Hey,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Tom， 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足球小将粉丝梦幻队。咁嘅新嘅呢 J Leo 咧，唔知道大家有冇抽到咯？咁如果大家有抽嘅，有中咗佢嘅话咧，咁恭喜你啦，因为呢只角非常屈机啊。咁我喺陈级嗰度有对过佢啦。咁如果我系作为防守嚟讲，因为佢始终高呢个铲同埋 pass cut 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你自己对波啊，俾用 one two 啊，又或者铲咧咁嘅估中咧，基本上咧就 cut 硬你嘅。咁另外咧，就如果喺攻方面咧，因为佢始终可以封对面两招技咁，所以咧就变咗喺嗰个扭啊，同埋系传波方面都会易好多啦。咁所以咧就呢个角咧就真系一只系非常好用嘅角嚟嘅。咁咧就呢一集咧，其实我咧就最主要想同大家系讲翻嗰几只调整角啦吓，咁同埋咧就系新嗰关天使强习关咧，我都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同埋咧都会系有段 video 咧 post 翻俾大家睇，我系点打咯。OK， 咁我哋嚟睇一睇第一隻调整嘅角先啦。咁第一隻想讲嘅咧就系嗰只系 JY 位啦，咁呢一只咧就系经过调整啦。咁其实佢今次调整完之后咧，其实你话系咪比之前就最弱咗咧？又唔系嘅吓。咁大家睇翻依家佢射突完之后嘅数值啦吓，咁佢体力方面咧都有成差唔多1300啊，咁其实 OK 嘅吓。咁另外咧数值方面咧，大家睇翻佢攻击能力啦吓，佢扭啊、射啊、传都系过万啦吓，咁射波就尤其非常高啦，去到万二啦吓。咁另外防守方面咧，大家睇翻啦吓，佢铲啊同埋 pass cut 嘅数值一样高啦，都系过万啦吓 ，pass cut 都有万二啦吓。咁另外体能方面大家睇埋啦吓，佢速度啦、力量啦同埋技术都平均啦，咁力量咧都有成万一噶啦。另外咧就系佢高空同埋低空嘅得意啊吓，咁所以咧就我又见到好多玩家咧都会食咗力限嗰只刺猬嗰招低空嘅，咁啊变咗咧就可以俾佢咧系入到禁区之后咧就自点低空跟住射波用咯。咁佢怼技咧就系改咗变咗系呢个系技术日本选手五人咧就会全能力值加 24% 啦。咁特技咧，佢就系 one two 成功嘅话咧，咁个移动距离咧就会系加 50% 嘅。咁佢本身咧就有跟招 S one two 嘅吓，咁招 S one two 咧就要系拍住塔来出啦吓，就475威力啦。咁另外咧，其他技咧佢最主要系跟啲 A 技为主，不过当然啦，如果你真正系用佢嘅话咧，你就可以食翻啲 S 技俾佢啦吓。潜技方面咧，佢就呢个日本选手两人咧就会全能力值加 3% 啦。咁佢有個盾啦，個盾咧就有 5% 嘅。咁另外咧就有嗰個自私盾啦，就100% 啦嚇。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係傳波嘅話咧，咁佢有80% 發動率咧，個波係低空波咯嚇。咁所以咧就可以係造就佢咧，如果係入到禁區嘅時候咧，再致點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出個招低空招咯。咁另外最重要啦吓，佢对呢个系海外选手有加成啊，个能力值咧系会有25% up 嘅。咁我呢只系 JY 位咧，我觉得佢调整完之后咧就系非常 OP 啦吓。因为大家睇翻佢啲潜技咧，佢自己本身有个盾啦，咁另外就有个自私盾添啦。咁同埋咧就佢自己咧系如果系传波嘅话咧，咁就会有80% 咧系个波咧系会变低空，咁所以咧就变咗有好多玩家咧都会。是用佢咧嚟做一个 one two 啦，喺呢个中场吓，咁跟住咧入到禁区之后就自点嘅，再起脚射低空啦。咁变咗喺食技方面咧，就大家咧就除咗系你话佢本身佢主技 S one two 之外咧，其他嘅 S 技咧都可以系考虑佢去食咯吓，譬如射波啦，又或者系其他嘅，譬如系 S 传啊、S pass cut、S 铲啊咁样啦。因为佢有特技咧，就系嗰个。如果 one two 成功嘅话咧，咁距离咧就会系加成 50% 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咧就会系用呢个系打牛扒嘅方式啦吓，咁啊就会系喺中场啊嘛，俾佢咧就 one two 咁啊，跟住咧斩慢入咗禁区之后就再自点再射咯。咁同埋另外最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对呢个海外选手咧就会有加成 25% 啊，咁所以咧就我见到有好多玩家攞咗佢之后，最主要咧都系用嚟。射對面嘅依家嗰啲係霍哥啊，又或者係月中梅啊咁樣啦，咁我見到射親嘅入嘅機會咧都非常高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係有呢個 JY 位嘅話，都可以考慮落翻佢啦。
好，咁下一隻咧就想同大家講咧，就係都有經過調整啊，就呢只係記嘅月中天使。咁啊，依家大家喺面前睇到啲數據咧，咁其實都可以係好簡單咁同大家講一講啦嚇。咁佢經過調整完之後咧，咁佢體力有1200啦，咁都 OK 啦。咁另外數值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埋啦。佢咧就係、是攻擊能力方面咧，佢扭咗一般啦嚇，但係射波啦同埋傳波都 OK， 都過萬啦嚇。咁啊射波咧都有成12000嘅嚇。咁另外咧就防守方面咧，大家睇埋啦，佢鏟咗一般啦，但係佢 pass cut 嘅數值係非常高嘅，都過萬咯。咁另外咧就體能方面咧，大家睇到佢三位其實個數值都係般嘅啫嚇，速度啊、力量啊同埋技術都係咯。咁隊技咧，其實佢都係冇變嘅，都係呢個海外選手嘅全能力值加 22% 啦。咁特技咧都依然係咧，如果佢喺呢個中圈位置嘅話咧，咁能力值咧就會係有 30% up 嘅。咁佢本身係有跟兩招 S 技啦，有招 S 鏟啦，招 S 鏟咧就490威力嘅。咁另外就有跟招 S pass cut 就415威力啦。咁另外就有跟兩招 A 技噶嘛 ，A 扭啦同埋 A 傳咁嘅。潛技方面咧，佢就變咗係呢個海外選手三人咧，仲係全能力值加 4.5% 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佢喺呢個係禁區內啦，那個能力值咧都會係有一樣係 30% up 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佢係會係縮短呢個硬直時間啦，就有 70% 啦。咁另外就佢係防風啦，可以防風兩招。咁另外咧就如果佢扭成功嘅話咧，佢個移動距離咧就會係加5倍咯。咁咩技月中天使咧？就佢調整完之後咧，數值啊同埋前幾個方面咧係有提升咗嘅。咁但係就依家 so far 咧，我暫時咧層級度咧就仲未對過佢啦，睇下遲下會唔會有機會對到啦。咁啊會再同大家再即係講翻即係佢嘅效果係點咧。咁啊，但係當然啦，大家睇翻啦，佢半嗰度咧就提升咗啦。咁啊，另外咧就其他各方面嘅前技佢本身都 OK 嘅嚇。佢扭咧成功嘅話咧又會加5倍咁，所以就如果佢係扭過咗對面嘅，咁啊變咗咧就可以好快入到禁區啦。咁啊，同埋佢特技本身咧，佢係喺呢個係中圈嗰度咧，就會係有加成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係用住佢嘅話咧，最主要咧都係揾佢喺呢個中圈咧嚟發板嚇，做呢個二傳啊咁樣噶啦嚇。咁啊，同埋佢另外本身咧就有跟兩招 S 技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話係招嗰度咧，大家就已經唔需要擔心啦，因為佢本身已經係有跟招係 S 鏟啊，同埋 S pass cut 咁樣嘅嚇。咁啊數值咧，大家可以睇埋啦。佢本身咧就射方面咧就個數值非常高啦嚇。調整完咁，如果佢再加埋嚇，佢本身嗰啲特技嚇，有啲潛技開咗嘅話咧，咁佢本身扭咗成功嘅，咁啊入咗禁區之後咧，咁都有成係 30% 加成底下咧，咁佢射出嚟嗰下咧，就應該個威力咧就會係非常高嘅啦。咁啊防守方面，大家可以睇埋咧，佢自己本身鏟嘅數值一般咯，但係咧就佢 pass cut 嘅數值就非常高嘅嚇，都有成係過萬嘅啦。咁所以咧，如果佢本身喺中圈嗰度做嘅防守咧，其實咧都可以係 cut 到下人啦。咁大家如果係有呢一嘅角嘅話咧，咁而又係潛咗，咁而又未有啲係即係技術嘅好用嘅海外角嘅話咧，咁呢一隻咧，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一下啦嚇。好，咁我跟手咧下一隻咧，想同大家講嘅都有經過調整嘅，就呢只係力巴龍啊，月中嗰只咯。咁大家可以睇翻啦，佢數值方面咧，佢體力本身咧都有成係1100嘅嚇，咁都 OK 啦嚇。咁另外經完調整之後咧，咁大家可以睇翻佢接嘅數值就提升咗啦嚇。咁另外咧就體能方面佢三位都平均啦嚇，你見到速度啊、力量、技術都係咯。咁啊隊技方面咧佢都冇變啦，都係呢個海外選手係全能力值加 22% 啦。咁另外咧就係特技大家可以睇翻佢就係如果接波嘅時候咧，就唔會彈走個波咯嚇。咁佢咧就本身係有跟一招 S 技啦，就有招 S 接啦，就455威力啦。咁另外就有跟招係A 拳咁樣嘅。潛技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埋咧，佢就係隸屬海外選手兩人咧，就會全能力值加 3% 咯。另外同一時間咧，佢就會係減對面 3%， 所以咧就呢一隻係力巴龍咧，大家如果係 OK 嘅，都可以係
選擇考慮放佢喺呢個減隊嗰度用咁啊。咁另外就再睇埋佢其他潛技，佢就係呢個海外選手咧就係有加成嘅嚇，咁啊能力值咧就會係有 15% up。咁另外咧就係佢係對呢個地射咧就都會有加成啦嚇，咁我能力值咧係會有成 15% up 嘅。咁嘅力巴龍咧，佢其實經調整完之後咧，咁各樣數值啊、潛技方面咧，亦都係提升咗啦。咁啊，佢本身咧嗰個數值咧，其實我有睇翻咧，佢如果係經過曬所有加成之後咧，其實咧佢到最後咧嗰個接嘅能力咧係仲要勁過依家大家用緊嗰啲霍哥啊，又或者係月中梅啊咁樣嘅。咁同埋大家睇埋佢潛技本身咧，就係、是、對呢個海外選手有加成啦嚇，同埋對地蛇都有加成，咁所以咧就。對一般依家你話層級大家用緊嗰啲角咧，如果淨係就咁用地射去射佢嘅話咧，咁入嘅機會咧就會比較低啲咯。咁同埋佢咧就可以係減對面嘅能力啦嚇。咁大家如果係有本身係砌開啲減隊嘅話咧，咁啊變咗咧就可以係砌埋佢落隊咧，咁啊又可以係減多對面少少咁樣啦嚇。咁啊呢只係月中巴龍咧，我會覺得啦嚇。如果係大家。即係未有一啲係勁嘅力屬海外龍嘅嚇，咁如果大家又想即係防依家嗰啲係譬如係減攜啊嗰啲地射嚇，又或者係其他嗰啲角咧，咁啊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係選擇用佢咯。好，咁啊跟手咧就有啲圖咧就 show 俾大家睇咧，咁啊正話講嗰幾隻調整角嘅數值啊。咁首先係講一講係啲JY 位先啦嚇。咁大家睇到依家嗰啲數據 show 到咧，大家見到尾二嗰行咧就係佢如果對住日本國嘅時候嘅數值咯。咁大家見到啦，就佢本身咧就如果係對住日本國嘅話咧，咁一般嘅數值咧都係大約係20,000到啊咁上下咯。咁另外咧就最重要嘅就係最尾嗰行啊，大家如果見到佢有埋嗰個係海外選手加成嘅話咧，加成 25% 嘅話咧，咁個數值咧其實都加得都幾可觀嘅。大家見到佢射咧就已經去到300,000啦，咁另外咧就係低空嗰度啦，大家見到佢一樣都係300,000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玩家咧都係俾佢係食招 S 嘅低空啦，咁之後咧就入到禁區之後再自點再射啦。咁佢呢一隻角咧就大家睇埋啦，佢其實同。之前嗰個盾位咧，其實就有個最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有埋呢個防守能力啊！大家見到佢鏟啊，同埋 pass cut 啊，如果係有埋加成底下咧，都有成20,000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係除咗攻之外咧，咁佢作為一隻防守角咧都 OK 咯嚇。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圖咧就可以係 show 翻俾大家睇啦。咁呢個係 JY 位嚇。如果是對住對面的時候咧，嗰、那個數值會係點咯？咁呢一個圖咧就會係 show 俾大家睇。如果呢個 JY 位喺攻嘅時候嘅數值咧，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其實佢依家咧就係 base 上嗰個75% 半隊技嘅。咁另外咧就半咧都有50多咧。咁大家見到啦，佢其實所有數值都平均啦，射啦、傳啦、one two 啦，同埋流都係啦，都有成50,000啦。咁啊變咗大家如果係攻嘅時候咧，都係即係考慮參考翻呢一啲嘅數值咯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喺防守嘅時候啦，防守嘅時候都大家可以睇埋啦，佢擋就一般啦，咁但係就 pass cut 咧同埋鏟嘅數值都高嚇。咁所以咧就佢同之前嗰只係盾位比較底下咧，咁佢變咗咧就有埋呢個係防守嘅優勢喺度咯嚇。好，咁跟手咧就同大家睇埋咧，就係呢力月中巴龍嘅數值啊。咁佢呢個數值咧，其實咧就係base on 呢個75嘅隊技啦嚇。咁半方面咧就會係有成50% 啦。咁大家見到佢喺尾二個行啦，嗰個拳啦，同埋接嗰個數值啦，都有成300,000啦。咁呢個就係base on 如果佢有其中一個前技係可以發動到嘅，就會係加成15% 啦。咁另外咧就喺最尾嗰行啦嚇，咁就係如果in case 嘅佢係兩個潛技都可以發動到嘅，包括係呢個係對住嗰啲海外選手啦，同埋對住呢個地射嘅話咧，咁變咗咧就個加成有成30% 嘅時候咧，咁個數值咧拳同埋接方面咧都會有成33,000噶啦。
咁大家係可以係參考翻呢一個數據啦，咁啊變咗咧就係、如果你落場用到佢嘅時候咧，都會係知道啊，即係佢嘅威力咧係會係去到邊咯。咁啊，另外最後咧就同大家睇埋呢只係記嘅月中天使啦。咁呢記嘅月中天使咧，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嘅能力啦咁啊最右手邊啦，大家可以睇到佢嘅數值啦，全部咧，如果你話係用得着嗰啲技能咧，全部都係 over 30,000嘅啦。咁啊，但系咧就當然啦，即係要係等佢喺呢個係中圈又或者喺呢個禁區內嘅時候，先至係會有呢一個數字啦。因為始終咧就係佢喺呢兩個位置咧都係有成係30% 嘅加成。咁啊，大家見到佢一般嚟講咧個數值都係偏高嘅咁啊射門咧即尤其非常高啦，咁但系咧就你系要確保佢系入到禁區啊，之後嗰個射波咧先會有成38,000咯。咁另外其他嘅數據大家都可以係參考翻啦。咁啊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大家我諗如果多數係用佢咧，都會係擺佢喺中圈咁，跟住咧就俾佢嚟扭啊，又或者傳波啊，又或者做呢個防守用噶啦。好，咁啊到最後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呢一关新嘅天使强袭嘅呢一关啦，咁今次咧就呢一关咧，其实佢最主要咧就系打天使嗰招 S 钮嘅，咁啊大家可以睇翻佢呢一招啦吓，咁啊呢一招咧其实咧就系、如果你话去到 maximum 咧都有成490威力啦，咁啊佢个名咧大家可以睇埋咧，佢就系叫做呢、这个系 Sky Escalator。咁即係其實係如果係照字面譯咧，就應該係叫做天空嘅階梯咁樣咯咁啊條件方面大家可以睇翻啦。咁佢咧就係用新田啊，就係低空入兩球咯。咁啊隊技用唔到啦。咁啊如果你係用日本選手嘅話咧，就有加成加30% 啦。咁另外咧就係佢係玩呢個 S30 嘅。咁如果你话系角嘅选择方面咧，大家咧就可以系有以下嘅角可以拣到啦。咁啊，当然啦新嗰只新田咧就系最多人用啦。咁跟住咧就力限嗰只咧你都可以用嘅。咁啊，其他角咧就始终都系如果你话系就算入到嘅话都争少少噶。比如速嗰只新田啦，因为始终就对面嘅龙门咧有卡斯系技术咁啊，所以就始终都黑熟咯，咁所以变咗入波会难入少少啦。咁啊，另外其他角方面咧就。始终都系俾你系再喺之后入咗两球之后咧，就再搵佢哋入啦。譬如系嗰啲速组强啊，又或者系够钟强啊咁样咯。咁咧就我好快入去同大家睇一睇吓。咁啊睇下佢呢一个强袭嘅队方面咧系会系点咯。咁佢電腦咧就都有成係210幾萬戰力嘅嚇，大家可以睇翻啊。咁啊，佢最重要嘅就係要對呢只角咧呢只卡斯咧咁去技術嘅。咁啊都係 S30 啦。咁啊潛技方面咧，佢就係對呢個海外選手咧就有加成嚇，加30%。所以如果你係要射佢嘅話，就一定要用呢一個係日本角去射啦。咁另外後防方面，大家可以睇埋啦嚇。咁啊。潛技方面都有喎，譬如係呢一隻咁咧，佢哋就全部嘅必殺嘅威力都會係有40% up 啦。咁佢對地射咧就有加成加10%，同埋可以封技咯。咁啊，另外咧就呢只係布雷諾咧，大家都見到啦，佢一樣咧就係對呢個地射有加成啦。咁同埋咧就係可以封對面嘅射嘅必殺技咯。咁啊，另外呢一隻都係啦，一樣有呢個係加成啦，對地射同埋可以封技咯。咁另外配合二一样系咯，咁另外呢个天使咧，等我可以睇翻啦，佢潜技方面都几多嘅吓，佢对呢个 OMF 有加成啦，咁另外又可以消体啦，咁另外有盾咯，个盾咧就有成30% 嘅吓，咁另外如果扭成功嘅话，就系个移动距离会加倍啦，咁同埋咧就如果你系对面系拣接嘅话，就会有加成有防风咯。咁另外呢个小天咧，呢、這个小天咧就有带呢个系 Auto Pass Cut 啦吓。咁另外咧就如果系移动成功嘅话，就会加倍有防风啦。咁另外咧就中间呢一只系恩尼斯达咧，又一样会有带呢个 auto pass cut 啦，同埋又有防风咯。
咁另外呢一隻都係啦，一樣有帶 auto pass 級啦。咁另外前鋒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埋咧，就係佢係嗰個必殺技威力有 up 啦，同埋如果係如果你揀接嘅話咧，佢個能力值都會有加成啦。咁另外呢一隻都係一樣啦，如果你係有個龍門揀接咧，一樣會有加成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對面嘅電腦隊嘅情況啦。咁你話係去到砌隊方面咧，咁其實我都可以俾大家係去參考翻嚇我隊波係點啦。咁呢一隊咧就係我隊波啦，咁可以係入去同大家去睇一睇啊個情況係點啦。咁咧我就係用咗呢一個陣去打嘅，咁啊當中咧就會有幾角幾關鍵嘅，就包括啲係新田啦啊。咁大家如果係冇我呢只新嘅力新田嘅，咁我都係可以係考慮力限嗰只都 OK 嘅，咁咧就大家見到啦，我依家其實呢一隻新田咧，我只不過係三突做啫，但係我係照用佢呢個三突呢個情況底下去打噶啦。咁另外一隻咧比較有用咧，就會係呢個盾位啦。點解咧？因為咧佢係喺嗰個必殺技威力有 up 啊，加成150%，所以咧揾佢嚟傳波嘅話咧就係非常好咯。同埋咧佢係有個盾啊。個盾咧就有成100%，所以就變咗係都唔會俾對面影響到啦。同埋佢最重要嘅就係如果佢傳波嘅話，就係必低空。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要傳波俾啲係力新田去射波嘅話咧，咁就次次傳身嘅都一定會係傳到低空波咯。咁另外就其他角咧，最主要咧都係砌個半出嚟嘅啫嚇。咁啊嗰個陣方面咧，我就用咗一個加工陣嘅。啊！即係呢個前鋒啦，同埋呢個係中場咧，個攻擊能力係有加10% 嘅。咁半嗰度咧，我就有砌到係有成43.5啦。咁你話如果高嘅話，都唔係話太高啦，不過都算 OK 嘅嚇。咁有個盾啦，咁另外就減對面7.5% 啦。咁同埋咧就係有帶個auto pass cut 弱體化有成20%，咁所以就變咗對面咧，如果係要玩地圖傳嘅話咧，我都係會比較易 cut 到佢咯。咁呢一個陣咧，純粹係俾大家去參考翻咯嚇。咁我都係用呢個陣去打嘅啫。咁啊，佢隊技咧就用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最主要咧就睇你自己個伴咧係砌可以砌到有幾高咯。啊，咁最重要咧就係你又要擺只有力射波嘅新田喺前面啦。咁啊變咗咧就喂波俾佢咧，就如果你話要入到嘅機會咧，都會係有把握高啲咯。咁就其實呢、這個強襲嘅呢個最難呢一關咧，其實我之前已經打咗噶啦。咁啊，依家咧就可以係俾大家睇我係打成點啦嚇。咁我嚟啦。
勝負だ。もしで勝負だ。俺が必ず点を取ってやる。行くぜ。どこを狙ってこようと対策は取ってある。これはエース、剣だけじゃ終わらない。ここが勝負だ。みんな集中していこう。俺が止めてみせる。行くぞ。よし、このコースならいける。行くぞ。守るぞ。勝負だ。ない。ここは勝負だ。受けて立つ。相手は僕がさせてもらうよ。ボール回しはそこまでにしてもらうよ。行くぞ。よし、行くぜ。俺は負けん。よし来い。守るぞ。切り抜けてみせるぞ。ロープをくっつけるなら今だ。ポンポを初披露。スカイエスカレーター。怪我したくなきゃ突っ込んでるんだね。ほれ、このパスコースは読んでいる。よし、守るぞ。行くぞ。勝負だ。これ以上は持ち込ませない。行きます。もしで勝負だ。俺が必ず点を取ってやる。行くぜ。どこを狙ってこようと対策は取ってある。よし、そのパスコースは読んでるよ。ほっ、行くぞ。よし来い。よし来い。よし来い。よし、ここを通す。この瞬間を待っていたぜ。およし、俺は負けん。よし来い。よし来い。勝負だ。
勝負だ。よし来い、ここは俺が相手だ。ここで守るんだ。行くぞ、大空を自由に羽ばたけ。およし、やるぞ。俺がここをフォローする。トルネードシュートから思いついた俺の新必殺技だ。直角トルネードフェイントだ。よし、やるぞ。阻止してやる。かかってこい。俺が行く。このパスは絶対に通してみせる。くっそーっ。ここが勝負だ。みんな集中していこう。ここで切り抜ける。ロープをかけるなら今だ。俺は必ず点を取ってやる。いくぜ。どこを狙ってこようと対策は取ってある。大空を自由に羽ばたけ。くそ。ここで切り抜ける。ここで切り抜ける。受けて立つ。俺は必ず点を取ってやる。行くぜ。どこを狙ってこようと対策は取ってある。くそ。俺が蹴散らす。俺がここをフォローする。よくタイガーショットが打てる位置まで走り抜くんだ。おお。勝負に行くぞ。俺の前を通れると思うなよ。俺はもう負けるのは嫌だ。大空翼に負けるのはもうたくさんだ。どこを狙ってこようと対策は取ってある。よし。
好咁啊，大家正我睇完我打呢一关系天使嘅超级强习关啦，咁系咪非常紧张又刺激咧？我咧打完之后咧，我系自己睇翻，我都觉得好紧张啊。不过咧就大家都睇翻啦。其实佢呢一关强习咧，其实都系俾呢个 RNG 去主宰你赢定输噶啦吓。因为大家见到我入嗰两球咧，其实都有啲 RNG 成分啦。咁另外咧就我彩 crack 嗰球射咧 ，suppose 都入嘅，但系点知都可以唔入嘅。咁但系有一点咧，就需要同大家讲咧，就大家如果去攻嘅时候咧，最主要咧都系执着住喺佢对波嘅右手边去攻咯。因为咧就系佢只前锋咧就冇防技，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攻嘅时候咧，都可以系用嗰边去发板去攻吓。咁同埋咧就要善用嗰只盾位咯。因为佢嘅盾位咧，始终咧就佢传波能力咧，就因为系有嗰个加成底下咧，就系传出嚟嘅准成度咧，就都会高啲啦。同埋咧就系最重要就系因为佢可以系必低空嘅传波吓，咁所以咧就可以造就嗰只系新田啦，去射呢个低空咯。咁当然啦，大家都要系睇翻啦，即系成场波咧，如果你要射佢嘅时候咧，最好咧。就是等你自己爆氣嘅時候，而對方咧電腦咧又冇爆氣嘅情況底下，先至係走去射波啦。咁啊，如果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射咧，咁入到個波嘅機會咧就會高啲啦。咁如果大家喺爆氣情況底下，通常咧電腦嗰個數值能力方面都會比你高啲，咁啊俾佢接到嘅機會都會高噶啦。咁啊，大家正話睇到我條短片啊，咁希望可以俾翻大家個參考啦。咁啊，大家睇咗之後咧，咁啊，我祝大家好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到呢一關啦。咁我嚟緊咧就都會係突埋一隻係力新田佢噶啦嚇，因為我依家淨係得三突啦，咁啊突完之後咧，咁有夠四突啦，我就會係再打多次呢一關強襲，咁希望咧就可以攞到三星啦嚇。OK， 咁另外咧就最後一點咧就係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咧啱啱咧打完呢個係球會強化杯嚇。咁大家都有見到啦，咁我自己咧，其實我打得唔係話太好啦，但係我竟然間係可以 finish 到喺2000位，真係鼓勵唔到，因為佢係喺2000內咧先可以係有嗰兩招S 技可以攞到啦嚇。咁啊，我打咁耐咧，老實講，從來係冇踏正係喺呢個位置嗰度係可以攞到技，通常咧都會 over 咗嘅。咁今次係真係好彩啦嚇。雖然我係得8 win 已經係打得唔好啦，但係就我諗可能競爭大啦嚇，同埋就又或者係即係本身呢兩招咧又唔係話即係太多人有興趣，咁所以你話即係打嘅玩家又唔多，咁所以就導致嚇我有8 win 咧都可以照攞到招咯嚇。咁啊，嗰個新嘅森麻杯我就未打嘅，咁啊嚟緊我都會打下噶啦。咁我打咗之後咧，我有啲片咧就會係 post 翻俾大家睇翻啦。OK， 咁啊，今集咧就講住咁多俾大家聽先啦。咁啊，大家如果喜歡條短片嘅話咧，咁我都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啦 ，share 條短片出去啦，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同埋大家記得撳住鐘仔啦嚇。咁如果一有新片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第一時間知道咯。咁啊，下集再見啦，拜拜。